明媚的阳光晒下来了，雪后天晴了。行驶500英尺，然后右转。行驶500英尺，然后右转。从这边转不完了，这不能转。地方嘛，算右转。地方右转。行驶。行驶点5英里，然后左转。这个城市虽小，但是什么都有，都不缺。Wells Fargo 也有。雪后天晴，人们很墨西哥，有墨西哥餐。雨过天晴啊。希望那个雪，大提顿那个雪也是能够下下就停了，不是说一直就刚刚那么下。既然选择了远方，就要风雨兼程啊，大熊啊。前方2英里，左转。Eiswinden。左拐了，左转。车上基本没啥人呢，现在空荡荡的，空荡荡的城市。Eiswinden。好了，可以拐了。今天是星期二啊。41英里，然后我们走的又到犹他，因为它只有一条路，所以要从犹他街道到犹他，然后再到怀俄明，它就是一条道。那个车的身上是下的雪，冰嘎啦，刚啷刚啷。Red Mountain 红山，看雪山，在雪山脚下就要经常下雪。这屋子都是板房啊，简易板房。这看看都是简易的，不是那么。43795，我们是43795出发，有拖车，有马拉拖车，嘿嘿啦啦的。昨天在犹他等于宏达里面服务，福利昂可以用了，然后。可以用了，钱花到哪里哪里美呀！你看这雪，这都是本地的车，被雪下了。注意啊 ，caution， 怀俄明现在是28:0，确诊28例，死亡0例。这个，你看这个小屋。冰雪的小屋，
是连接到 Utah 进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出这个地方，八十号进，然后从这边再出来。有马，雪中的马，白的、红的、红枣马，黑的、黑马。昨天的鹅毛大雪确实让人心里重新归零的感觉，感觉到什么风雨都可以经历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看长城内外乌云茫茫，大河上下顿时滔滔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这是吓得不小。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啊！它是这个三角地带，因为它是雪山环绕嘛，犹他，所以它这个降雪比较普遍，家常便饭一样，一会儿一降，一会儿一降。刚才还是那个太阳了，太阳现在还在天上了。最坏的地方就往最好的方向发展，现在已经到最坏的地方，马上现在再往上，再低低沉沉，再往上就是好的。马的身上扎个美利坚合众国旗，这是埃文斯顿。大家看看北国风光，白雪皑皑。这边那个海拔比较高，山里面海拔比较高，就是到七八月舒服，其他的就是降水量大，一直是有雪。要去犹他了，今天又去犹他了。昨天从犹他回来进怀俄明，今天从怀俄明出去进犹他。我们是就是这么大好的时光，让我们一天天的度过，这也是一种生活呀。自己自我封闭在大山里，也是对社会做出一种贡献。也是做出不小的贡献呀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诗和远方，总要有一个在路上。如果在家里，就多读读书；如果到外面，就多看看这个世界。这是张东在怀俄明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谢谢您点赞和评论，我会及时回复给大家。祝大家在2020年能够平平安安，扎西德勒，今年是能够保完全就 OK 了，完完整整的就 OK 了，其他的就是奢望、奢侈。三连三，水连水呀、啊！这次马上到边界了，到州界了。他这是这个边界竟然是没有牌子，没有说欢迎您到犹他，欢迎您到怀俄明 ，Big River， 这是冰河。
走滨河过来，还要再走一段，给大家再撂5块钱了。马，马在，马也不怕冷啊。Deer River， 熊河，熊河漫道，真如铁。踏尔娇儿，厄沃踏里列。待从头收拾旧三河，朝天阙。怀了名是，5%消费税，千分之五。它消费税比较低。在加州都9.5%，比较高，错一半是。向着远方的雪山进发，去经历这种风雨吧。让车晒晒还是比较好啊，晒晒车上干净，雪水比较干净。得有个牌儿吧，欢迎你到犹他，再见怀俄明。犹他，犹他，他。好，就到这里吧。今天在 Utah 跑一会儿。